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KD，现在我正在 P 城的上空。要问我为什么来这儿，首先航线是 P 城的，我这个人吧，就是属于比较懒的那一种，太远的不想去，不钢枪的也不想去，是属于那种钢枪型的。我现在已经平稳落地，好的，我要去搜一把枪。这个里边怎么说？我告诉你啊，不是说你在里边边搜边打的那一类的。在 P 城绝对不好使，兄弟们。好的，有声音，有脚步，等一下再跟你们说。打药，还真有人。我看一下，他有把 AK，可以把 AK 换上。UZI 好不好用啊？到底？落地钢枪，我考虑了一下，把 UZI 再换上吧，毕竟。前期 UZI 的实力是很强的，哇，这边枪声好激烈。我们找一下人，好的，AK 是机瞄。这有一个，这应该是个人机。哇，竟然没有打倒，好的，真的是人机，感觉出来了。把子弹捡上吧，这个枪暂时就不需要了。前面还有人打架，哦，看见了。好吧，过去干他们。他好像把那个打倒了，一块补了，兄弟，你别补，你别补，一块一块一块。哎呀，荣获双杀！这个里边落地找枪，立马钢枪是最好的选择，哥们。不要说，落地了搜装备，然后尽量硬着不打，这种很吃亏的。我有把 M4，竟然捡上它，垂直握把。满配啊，兄弟！我这边这个脚步这么强的吗？这个人比较穷，我的天！不往这边看的吗？都有点瞧不起我的意思。我要把 P 城涂个干净。还有一个，哇，他是拿了把狙，瞄我半天。OK，也是随着脚步来到这里，掏出手雷往那边扔一个。没打中，房间应该是在那个左边。哇，他很阴，很猥琐啊，兄弟。等到现在，你知道吗？钢枪已经不是很重要的了，就是要靠你这种比较能苟的了，看谁能苟到最后。他跳了，我没有打中，继续阴他。他在我隔壁，可惜没有手雷。
出来，兄弟！哎，我就在这阴你，楼顶楼顶。现在没有手雷，我怎么干他？烟雾，对对对，往那边扔个烟雾，让他以为我已经跑那边了。希望我刚才拉栓的声音没有被他听见。等他，出来，兄弟，这比的就是耐心，我就不信你不下来。哟呵，真不出来吗？他要是从那边跑，我感觉不行。下来，兄弟，不要跑喽！哎呀，胜利一方还是属于我的，他肯定有好多装备，搜一下。我的天，贼穷啊，兄弟！